上次发现这边沟里边有很多那个白蛤，今天带了个大漏勺下去看看能挖多少吧。走了，这地方还真不少啊。看，哇塞，哎呀，看见没有，一条都是，这边多。哎呀，还是壳比较多，蛤蜊少。待会淘淘跳一跳吧，继续弄。淘了十来分钟，把壳去掉，整了小半条，这些已经差不多够吃的了。回家之后把它用白水一煮，那家伙可鲜了。带着了，这是个烟管鱼哦，哇塞嘞！它咋长，长这么长呢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都冻结实了，梆梆硬啊！这应该是昨天晚上退潮之后，就在这个沙滩上边了，沙都冻这上边来了。天气一天天冷了，这家伙可好吃了，嘴也特别长，关键不知道它是怎么吃饭的。这个嘴得20多公分，它是怎么咽进去的我也不知道，才金箍棒了。带着吧，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猫眼螺，而且特别小。这家伙太小了吧，我还以为能大一点，这么大差不多呢，这都不够塞牙缝了，除了壳没货了都。给你埋起来吧，慢慢的长大。拜拜了，这也是一个猫眼螺。哇，啊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还漏水哦，哇塞了，这应该是被冻僵了。刚才那一个在沙里面它冻不结实，这一个在水里面，现在的水温有0度以下了，特别凉。在沙里面它还能保点温了，在水里面直接就冻得一点劲儿没有，这个也挺大。带着，这个就比刚才那个聪明多了，直到往水里面爬。